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我们的观点，给你不一样的思考。欢迎来到 Sky Talk， 我是 Sky。Hello，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话题呢？黑鸡子，说一下吧。2017年大环境对互联网及教育培训行业的影响分析。好 ，OK，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2017年大环境对我们行业的影响分析。第一个，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经济持续下行。现在这也是大家比较公认的这个观点了吧，应该也都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现在经济应该是不断的在下降的，在下行的这个区间。那么经济下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的这个影响，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认为经济是下行，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外部环境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要看我们的外部环境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时代，所以你可能是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它的经济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所以我们看一看他们现在都是什么情况。现在是全球经济持续疲软，所以现在我们不是比谁好，而是比谁更烂。所以你们看一下日韩，对吧？包括欧美，包括欧洲啊，美国现在反而还会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美元在不断的走强，刚刚加完息，那么据说还有4次加息在今年。所以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因为美元的这个走强，那么其他国家，包括我们一些新兴经济体，那么一些热钱其实还会回归到美国，所以它这一块来讲的话，还是会在一个持续不断走强的一个态势。那么美国，而且是为了解决一些失业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也是强调制造业要回归美国本土，那么希望能够给他们的本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包括给到的一些政策也好，都还是蛮可观的。那么并且中国的现在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成本可能跟美国的话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有人计算过说，可能在美国的这个制造成本，比如说是按1美元算，那么中国现在已经接近0.86美元，那么相当于它的差距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所以在差不多同等的状况下，那么有可能那些更多的公司还是会愿意把制造业包括公司然后还是开到美国。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的外部环境。好，看完外部环境，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环境。那么我们的内部环境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应该是这几年基本上也是好像越来越困难，包括公司这一块，包括我们的整体的经济这一块。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产业升级，对吧，在做转型。因为我们之前这几十年我们经济发展从哪里来呢？你想，一个是靠污染环境，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到我们 N 多地方现在全部是雾霾。那么再一个靠什么？靠农民工，对吧，人口红利，廉价的劳动力。所以靠这两点我们现在经济增长了几十年。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那包括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来讲，制造业也要回归，我们的人口红利慢慢减少，成本也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的话我们需要去做产业的转型跟升级。但是说到这个转型来讲的话，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看好。为什么？第一个，你去做产业的这个转型跟升级，那么我们一定得需要人才。那么如果说涉及到人才，那么我们就会要涉及到教育。但是回归教育的话，大家也能够了解到，我们现在国内的教育其实很难在大学里边能够培养出多好的这样的顶尖人才，所以的话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制约点。那么第二点，那么转型我们还需要有资金，对吧？但是我们回归看一下，现在我们国内的中小企业的这个融资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那么基本上能够融到钱的，你必须还是得有底呀。但是又有几个公司中小企业能够有这样的条件呢？达不到。那么所以说后边很多就只能用被逼到借高利贷，对吧？被逼到这个民间借贷，所以的话资本环境也不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掌握大部分财富的这些企业家年龄阶段应该都是在40-50岁、50-60岁这个阶段。这批人他们以前捞到第一桶金，包括他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其实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完全不可行的。但是他们的年龄已经又到了这个阶段，所以说让他们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代，他们的这个年纪要重新再来一次革命，
再来一次创业的这样的机会，首先他们能不能够做得到，他们的心态能不能达得到，很难。第二点，他们的能力还能达得到吗？他们对现在的新生代的这个用户了解吗？不了解。所以的话，想要靠这批人再去做转型升级太难了。好，我们说第四点，那么我们靠一些年轻人可不可以，能不能做一些新的科技的行业，然后包括帮助一些老的这样的公司能够去做转型的升级，我也不是特别的看好。因为年轻人在国内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他要老一辈的这样的这个延续基本上很难延续下来，但如果说要重新创业，那么他们的这个资金从哪里来，环境也是这样的。所以的话，从这四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产业转型升级是非常困难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改革，对吧？改革这几年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改变，也看到了一些改革之后带来的这些红利。但是现在改革大家也都说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那么深水区是什么呢？已经触碰到一些核心利益。那么如果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需要非常大的这个魄力跟一些辅助的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够达得到。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跟困难，同时这个问题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在这一点上边来讲的话，其实也都是未知数。所以真正能够怎么样不知道。所以现在从我们的整个的外部环境包括我们的内部环境来看的话，其实都不是非常的乐观。所以的话，大家的预判来讲的话，乐观一点可能3到5年，那么我们的经济还是会处在一个持续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如果说悲观一点，那么可能5到10年我们都还是会一直保持这个经济的这个状态。所以这点大家就要去做一些预判，也要有一些心理准备，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OK， 我们来聊聊第二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是货币持续贬值。大家就会觉得货币贬值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或者是货币为什么会去贬值吗？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一个，美元资本逃离。为什么美元资本会逃离？之前的话大家都能够了解到，其实人民币一直是在升值。那么你的货币在升值的这个状态下，那么好，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热钱它就会涌到中国来。为什么？他只要钱能进到中国国内，他什么都不干，因为人民币会升值，所以他一样是赚钱的。所以当时在那个状态下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钱进来，这个钱进来它可以进到实体，它也可以进入到金融资产，但是整体的这个我们国内是不缺钱的，它一定是会带来良性的这些循环的。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美元它是一个走强的一个态势，对吧？大家预估美元它都是会不断的走强。那么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大家也看到了已经快跌到7了，对吧？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下，那么资本它就会逃离。为什么会逃离？因为就像它当时来中国一样，现在美元是不断的走强，所以如果说把中国的这个钱全部放到美国变成美元，那什么都不干，那么它也是增值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非常多的新兴经济体，那么他们的这个热钱全部都会回归到美国，那么其他国家来讲的话，经济基本上资本这块都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那么这也会涉及到第二点了，那么资本热钱跑了之后，那么很多外企包括我们的美国的企业，包括现在日企，包括台商，对吧？好多现在都是把工厂要撤离。那撤离的话对我们来讲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们的失业人口一定会增多。那比如说之前他们有做过一个计算，可能如果说日企全部撤出的话，我们可能有接近1000万的人口需要失业。所以你想，1000万的人口他没有收入来源了，那他们的这个消费是不是也变降低了？因为没有钱进来了，那他们没有消费，没有消费，那么其他的公司也赚不到钱，那么相当于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比如说看看我们的周边的，像四川重庆很多，如果说周边的人以前的年轻人他可能都是去外边去打工去工作，但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家乡。为什么？没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了，因为很多工厂基本上都关掉了。所以这块来讲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会非常大。那么好，金融资产泡沫。那
那什么是金融资产泡沫呢？比如说我们的钱热钱这些进来之后，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实体行业，然后它是进入到像房地产或者是债券其他的这个金融这个资产，那么相当于它那块来讲它也是在赚钱，对吧？房价我们不停的涨，它是不是在赚钱？那么房地产它在涨的时候，它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对我们的就业这些产生影响？没有的，对吧？它不会有开更多的工厂，它招更多的工人，它出来更多的这个产品，这些产品再卖给更多的人，它就又会有更多的这些消费，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热钱不断的进入到这些领地的时候，那么相当于这块的泡沫它就会不断的累积，那么它也都会不断的有更多的这样的热钱跟泡沫进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实体公司，我们的实体经济，那么每年它可能只有5%的这些利润，但是它比如说它把钱投入到一个 P2P 或者是一个理财，它可能每年能够达到10%。 P2P 网贷即网络借贷，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的直接借贷，它是互联网金融行业中的子类。网贷平台数量近2年在国内迅速增长，至少有几千家，但是死掉的、跑路的也是非常多，包括之前出事儿的人人贷。所以投资需谨慎，回报高，同样风险也高。祝你好运啊！那你想他们会不会去把钱直接放在那边？会。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用干，我不用去招那么多工人，我不用去做那么多的事情，我把钱放在那它就增值了。那我再把钱放到房地产，我也什么样都不干，一年翻了一番，你干不干？会干。所以的话，当你的金融资产泡沫越来越多，实体经济越来越差，那就会引发一个会有更多的人把钱投入到金融资产这一块，那这块的泡沫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到后边就不好收拾，那么可能就会崩盘。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现在3线、4线这些城市房价在不断的跌，那么我们的地方政府也没钱收，也会破产。有一些小的生产型的地区，你就会非常的这个明显。为什么？他以前是有工厂，那么好，他就可以开工，那么就非常多的人过来上班，整体的这个当地的经济就会好，他们赚了钱再在当地去消费。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工厂撤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没有钱了，没有消费了，然后他们就撤离了，撤离了政府没有税，没有钱收，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人口越来越少，经济变得越来越差，那么会有更多的人会涌入到更高的这个城市，比如说其他城市的人可能会往北京来，上海来，深圳来，那么北京上海这些有可能他会带这个钱他去美国，他去其他更高的这个国家，能够让他的资产能够受到保护，能够说赚更多的这个钱，或他不工作，从资产这一块他也能够去赚到钱，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来讲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这个刚刚也都已经有聊到了，所以在现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经济状况下，实体经济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好，我们再来聊一下第三个观点，就是贫富差距加大。哎，这也是一个悲伤的话题。那么来看一看，好，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富者会变得更富，会变得越来越有钱，那么我们的穷人会在这个时代会变得越来越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当你手上有了更多的这样的资本能力的时候，那么你的吸金能力会变得不断的越来越强。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可能北上深的房子它是在一个增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钱，那你就可以买房，那么你的钱就会变得越来越多。那如果说你手上没有钱，那么很明显你虽然知道有机会，但是一样不属于你，你就错过了。那么也正因为你手上有更多的这个资金，所以说哪怕你什么都不干，你的这个钱你可以投放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那么相当于你也有更高的这样抵御风险的这种能力。我可以把钱放在房地产，我可以放在理财这一块，我也可以把钱放到国外，那么你可以看得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并且把钱分散到这些你觉得靠谱的这些行业里边或类别里边，那么就算其中有一个遇到风险了，那么你其他也不会受损。
所以你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其实富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再过来看看我们的穷人。那么在这个泡沫不断越来越强，实体经济变得越来越差的这样的环境，那么赚钱能力其实是在不断的变弱。我们的穷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公司有更多的这个岗位，那么就算有岗位那么好，他的这个经营状况也不是说特别的好，那我们普通人的赚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少。那么我们手上赚的钱少，我们手上又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当我们也知道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机会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赚到钱，因为我们手上没有资本。那么有钱的还是被这些富人赚，相当于又捡了一次羊毛。那么正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不管有任何的一个变动，可能就会影响到你非常的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也正因为你没有钱，所以你也会这种风险意识也好，包括你自己的话，对于这种创业也好，你想要真的是拼一把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更忐忑，因为你没有资格，或者是你没有资本可以去拼一把，没有办法能够去拼搏。富的人对吧，我拿100万我拼了，我输了就输了无所谓。但是如果说穷人呢，你去借钱，那如果说你这100万输了，相当于你这一辈子你可能都不一定还得上。所以那他可能会考虑到我下一代，我可能都得为这个债务去负责。所以越是这样的心态，他们越不敢，那么普通上班会越没钱，那么就导致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时代，我们的贫富差距就会不断的加大。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蛮可悲的地方，也是觉得我们现在国内比较有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点上面来讲，大家真应该去思考一下，未来到底有什么样的路可以让自己能够去跳过这个坎，能够让自己把这个格局，把这个局给破掉。 OK， 那么我们刚刚就聊了一下我们大环境的一些状况对吧，形势我们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那它跟我们对我们行业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那么是危机。所以说危与机，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给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所以就是说有危又有机，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在经济下行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其实还是有办法，还会有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大家会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当我们的经济在下行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是在上行。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经济在不断的下降，那相当于的话工作会变得越来越少，也变得越来越难，竞争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想办法让自己去增值。可能我以前是那个本科，那我要去考个研究生，研究生我想要考个博士，或者是我再去学习我自己的专业技能或其他的这种职业技能，把我自己去增值，把我的竞争力去提高，来抵抗现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个态势。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教育就会是上行。所以大家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观点看待教育这一块。那么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这个我觉得还得差异化的去看，还并不都是一样。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的刚刚说到的职业技能教育，那么包括我们现在中小学生的这些课外的辅导，还有这些，我觉得这些一定是会变得越来越好，不管经济好或者不好，它其实都是会在走强的这么一个状况。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艺术类的这些培训，那我觉得这个那就不一定了，它一定会分类的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以前在经济状况宽松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学校这些课程之外，包括课外辅导之后，我们可能会有3到5个的特色课可以选。但是在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可能家长他只会选1到2个，为什么？资金有限，所以他只会挑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再让孩子去学，其他的可有可无的那就先不学了，等什么时候经济好一点，赚钱多一点，然后再去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的艺术类培训行业那受到的影响应该就是会比较大的，因为我们有可能就会变成那种可有可无的选项，然后被人家给干掉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互联网行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在现在的目前的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资本寒冬会变得越来越
的明显。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到，2016年的话，真的是死的公司是一片一片。那么包括我们自己在招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感觉，我们随便放一个这个职位出去的话，那么相当于一天至少是几百封的这个简历，所以就可想而知，现在这个人才过剩，包括岗位过剩，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大家也都知道，那现在互联网是最热的一个，那相当于其他行业可能会有过剩的情况，那互联网行业一堆一堆的在北京，对吧？那相当于是最好找工作的一个行业了。那么目前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资本寒冬是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整体经济在下滑，然后玩的热钱全部都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美元基金基本上国内不会看得到了。所以你就算做互联网，你以后想要融资，你想要上市，那么基本上你们可选择的也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基金，美元基金基本上我觉得会非常少还会在国内。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有商业模式的，你是有盈利能力的，那相反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得到更多的这个融资，得到更多的这个关注。为什么？他们就说了嘛，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水在裸泳。所以在以前那么热钱多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那么可能相当于投资人也好，基金也好，他们投的这个量就会非常的多，可能就是几十个上百个，那么基本上你只要稍微过得去，公司都能够拿得到钱。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好的公司跟不好的公司其实差异性不会说特别的大。但是说如果说在现在我们这个资本寒冬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还能拿到钱，那么基本上你能够活下来并且能够活得更好。为什么？你的商业模式如果说是非常的这个健康的，也是能够有自身有造血能力的，那么在这个时代，因为大家会更谨慎，投的公司也不会特别多，那所以的话虽然这个总量是少了，但是可能投到你这一家有可能会变得更多，也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基金去抢好的项目。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互联网行业有可能好的公司能够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因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教育培训行业。那么刚刚聊到一点，我们会变得什么样呢？就是说我们的分化差异会格外明显。什么意思？就像刚才聊的，那么比如说艺术类的行业里边，我们可能是从三五个可能减少到一两个，那么我们艺术培训里边会有非常不同的种类，有音乐呀、舞蹈呀，还有像跆拳道呀，还有像其他的，那就会非常多我们的特色课程，这些都会有，那么一定会有的变得更好，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可有可无的就会变得没了。因为在这个时代，比如说我有一家，我的规模做得非常大，我的产品也都会非常好，那么其他小的公司因为总量在减少的时候，相当于他们就会死掉了，对吧？比如说我以前有1000个学生，我可以支持可能就是说10家工作室，但现在可能就说总量需求减少了，那么只有差不多500个学生，但是可能500个学生我会分流到1家到2家，其他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生他就死掉了，那么死掉了他自然会流到你的工作室，那么相当于你能够规模越大的这种，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那相当于就会把小的全部都吸附到自己的这个身上，所以这是一个机会点。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产品模式决定胜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去聊过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考虑的会更多，你的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讲有没有价值，它是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的话你就想办法得把你的产品变成产需求。那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推崇的街舞，让中国的孩子更有创造力，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街舞就打两个点，一个是创造力，一个是健康，对吧？这两个一定是家长的核心需求，是强需求。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聪明？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代，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产品模式把它再更清晰化，那么有可能我们就可以从其他的这些培训行业把我们的这些生源也好，市场也好，全部都抢占过来，而且会形成一个快速扩张、快速占领市场的这么一个态势。就像我说了，在这个时代你可能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就跟我们的这个富人跟我们的穷人是一样。那么只要你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多，你的模式足够清晰，你反而这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升级点。好，说了那么多，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呢？就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巨头扩张的绝佳时机，因为
其他人都会死掉，那么你就算不想扩张，那么那些产品也好，那些人员也好，都会来到你这边。第二点，当你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去收购其他的公司，你要去把其他的人去收拢过来，不管是人也好，公司也好，因为经济下行啊，那么它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时候。所以如果说你手上有超多的这个现金的这个储备，你有非常多的这个资源，这个就是你扩张的最佳时机，你有可能就能够垄断掉一个地方或垄断掉一个行业。那么这个时代就像我刚刚聊到的，那也是一个屌息转型逆袭之路。就像我们刚刚聊到，如果说我们的产品模式或者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点能够让现在的这个用户能够非常强的一个吸引，就比如说我们从可有可无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点，那么它也是能够形成一个滚雪球的这么一个效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屌丝或者是我们一些小的工作室能不能够弯道超车，把这个机会跟转折点能够把握住，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看像我们这张图，对吧，一个小孩他有翅膀，那么它不断的起到这里的时候，如果说它的翅膀能够打得开，那么相当于它就能起飞。如果说你的翅膀打不开，你就坠入深渊。所以这个时代就是两极分化，没有说差不多，不像我们大家可能都还过得去，都能够活得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代不是了，要么你就变得非常好，要么你就死掉，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点上边来讲，我们一定得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好，聊聊了那么多，最后送大家一句话，有差的你也在路上，所以你已经在路上了，不用去问我们就一直努力，我们思考清楚，如果能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去变得更好。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下周四见。 New work, top drop, I roll up every 15 minutes like a bus stop. And you can smell the sound smoking when I burn out. And you can catch me riding dirty, but my car not. It's love and loyalty into my heart lot. Never turn your back on